是因为大家对金城武的外形有非常大的期待。追你可以接受吗？在你12岁应该 OK 啦。你干嘛出去剃头？偶像剧男主角齐聚一堂，美女就像水一样。决定爱上你，虽然我不是神，我也不是上帝，但我至少可以当一个哎，阿黑罗，伟汉啊，哟，这一次好来，静平，你要补充，其实就是1990年代那个汉江演习。
好，达人秀呢，最近这一阵子非常的受到。iPhone 5昨天才亮相呢，现在业界。